陶主播现在在家就可以吃到米其林等级的料理。去年五月获得米其林餐盘推荐的台中餐厅善心，跟其他的餐厅好食慢慢、言语胡椒一起合作，要来帮妈妈们来解决问题，推出了防疫包，有17道料理，不只有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下午茶跟早午茶甜点类也能够吃得到。这是我们中奖的那个。包都已经搭配好，加热不怕失败，让大家在家就能简单品尝到名店名厨的好味道。而且这料理包的每一道菜呢，十分钟之内就能够端上桌。这满满的一席料理，预估全家人可以吃到3到5天，每周限量150组，也让家庭主妇不用担心下一餐到底要煮什么。以上最新掌握到的消息，时间交还棚内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